小儿来唱万语毛兵。你永远想不到今天我拜访的是谁，在我镜头面前的这个人叫阿强，他更大的一个名字叫佛山驾中，没错。今天我们来到佛山驾中的这个大本营，我是受人所托说，校长你能不能来看看佛山驾中？我说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佛山，我是他们没有淘宝店，很有趣。阿强，你们是只有这个闲鱼的这个店是吗？对。好，我们来跟这个阿强打个招呼。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佛山驾中背后的男人。 OK， 阿强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厅室。这个是你专门去做出来的一间很朴素的一个听音室，这个是专门为你自己听音乐用的吗？对，主要是靠近工厂。哦，靠近工厂。靠近工厂。OK， 等会我们转一下你的工厂可以吗？好。这里有蛮多，哎呦，这里有蛮多你的设备，你看，大家看啊，脚架、器材架，还有很多板子。这对音箱。这对音箱不是喇叭花是吧？不是喇叭花。是你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哦，你的这个单元也是用，我看看，你是用这个大振膜，你是用这个压缩号角的这个高驱动器的对吗？没有用压缩的，用、okay. 这个是球顶的单喇，就等于说是一个球顶的这个这个是球顶单喇。OK， 看一下这个后面分频器在这儿，然后接下来它是用电分的，里面有一个用到一个电分的，还我刚看到。 OK，这些树脂的这个键是树脂的吗？还是木头的？塑料打印的。塑料打印的。然后它有个空腔，打印的时候里面注了那些树脂进去。做了一些树脂进去。对。这两个低音的这个辅助低音也是你做的？这个也是。我这个单元是看上去像 BM， 对啊，就像 BMW 那个低音801。800。Okay、80D 那个低音。就高音也是。这个钢也是钻石的了。对。哦，怪不得我们在国内在闲鱼上会看到很多 BMW 的这个原装的这个低音啊高音啊，原来都流到这里来了。好，这个箱子是你做的非卖品，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它就是像 trial 的这个就三朵花的，一般就你们大家就知道这个喇叭花它是这样叫 uno， 然后是 duo， 然后是 trial， 它是不同的这个单元的一二三来了排。 OK，架子上这些哪些是你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大部分不是架子是你的对吧？那就大家看这个架子是你的。好，那么板呢，我看看，你看大家看有不同的板，你看到吧，这个板长得跟咱们老像。这些都是当时测试下来的，就拿着搬走了。大部分都是这些板实际上现在我们举个例子呢，这个板如果熟悉这个上海老叶产品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板跟老叶的产品很像，因为它上面都是一块碳纤维的板。我们请这个阿强跟我们聊一下，就比如说我们举例子这块或者这块啊，这块板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是怎么一个结构，比如说这外面是碳纤维一块板，接下来在里面是什么，再下面是什么，再下面是什么，一直到最后下面是什么。现在最新款的呢，这个的上面是一块石头。是吧，碳纤维板下面是石头。好，石头再往下。那上面就是那种避震珠。避震珠也是有避震珠的。好，避震珠在下面。在上面就没有，就这个外框。明白了。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大家看，就实际上它的这个底是一个，它不单单是一个外框，它整一个是也挖了一个，就等于是一个木头的这个出来，底座出来。好，板子有没有，板子卖多少钱？也是蛮便宜的吧，因为我一直记得就是1000块。一千块一块。对，这个价格是蛮惊人的。好，大家看其他器材里面，这些有一些这个瑞士 F 品牌、英国 M 品牌、美国 P 品牌，对吧？这个是英国 E 品牌。哟，这个是大家看啊，这个是金嗓子的一个分音。这个是 Audio Research 的这个唱放，这上面也是你们的作品吧？对。这个是大的，又要省一个手还不一定，
这是最大的，很重很重很重啊，这个是名著的，名著的这个 storm， 大家看到，哎，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保护膜拿掉？这是你专门贴的？没有没有，它原厂就是这样，原厂就是这样，对。因为我不知道能玩到多长时间，哦，所以就考虑到以后出手就方便一点。OK， 哟，还有个马兰式的这个 63SC， 这个以前拿来听那个耳机的。哦，大家看这个是。你们大家熟悉的沈阳江滨的，据说呢，就是阿强告诉他，这个机器就他这一台啊，是很早的，也就是说他是很早期的就已经定了这个，就是江滨的这一台叫 Gisa， 我们大家讲过这个 Gisa 是你可以把它译成为艺妓，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咖啡豆的名字，龟下咖啡豆的名字。这个音量，你看这个是选择，你可以感觉得到它的这种阻尼感，江滨一直很自豪的这个阻尼感。Okay， 好，这个就是架子前面，我们看看，我们跑到架子的后面去看一看。哎，你们看啊，这两个是 Bricasti 的这个大箱子，这个是后级吗？后级 M32。但我这里没有看到 M32。在家里面。哦，你自己用的。啊，这个，哎，你们看啊，这个也是微距声的，这个是低频的一个陷阱。OK， 好，我们看看扬声器的这个背后啊，等一下啊，这个扬声器，这等于说这个是像超低频的，用这个800的这个低音单元做的。我想问一下阿强，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喇叭花的这个三个喇叭花后面的这个单元背后的这个腔体，这个腔体实际上我的理解，比如说像尤其是中高音部分，它像那个腔体是空的，就是它里面可能是塞些东西，这个是怎么做的？而且原厂是怎么一个设计理念的？你能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中高跟这个高音呢，这个腔完全是可以不要的，因为这个两个都是球面的，它没有后腔的嘛，明白？所以这个但是不需要向后辐射的，它原厂设计这样固定啊，这种方式、方便一点，这美观啊 ，OK 啊，连接方式啊，都决定了它还是用这个。低频可能就需要，因为它有一个腔体了，就是一个腔体，腔体了，对了，这是一个腔体，因为它有后辐射的嘛。OK， 好。那，这个是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些线，啊，你对用线有什么讲究吗？哦，怎么便宜怎么来。哎，其实你有一些贵线的，也有一些好线。其实都是家里面以前玩出来的，暂时用不上的，用到这边来。这个还有声学板，声学板，你来看啊，这个是声学的这个板，这个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OK， 好，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听，哎，这个红的，这个是瑞士的那个达芬奇那个唱盘，啊，是品牌的，啊，是品牌的，哇，啊，不是，这个是我做的，你们自己做的，这个还没有完工，啊，马达部分还在优化，这个是你的下一款产品吧？不知道算不算产品吧？下一款作品啊，但是的确你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怎么说，就是用日本的这块，它的这个物料的这个非常物料的这个投入非常大的。OK， 好，那么这个就是，反正这个是器材的这个情况。等会我们会，哎，这里还有一对，来，这个是 35A 吗？啊，35A。OK， 我感兴趣的不是上面，是下面的。这个脚架是你们的作品吧？自己做的。大家猜猜看，这个脚架里面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空心的，因为它是像铁管一样。我记得有一些牌子铁管，这个里面，我敲上去的感觉像是实心的，实心的，是实心的吗？是实心的。那么原厂是不是就或者说就是哈像 Harbors 或者是也是实心的？就这些管状的这个设计的时候，他们也是实心的，对，就不是那种空心的感觉。OK， 好。